好久了，太快了。怎么办？你真的不回直棒吗？OK， 直球。打那台，打这台。哇！哇！嗨嗨，欢迎收看驾驶的运动日记。那今天的最后一集呢，我们就来跟神拜对决一下了。然后两年没有投球了哈，好自为之哈。好，开始了吗？好球啦，太快了，没有快了，太快了。好，我要抓短一点。好，抓，可以吗？哎，可以可以可以。OK。我刚刚说不要放水，结果还真的不放水了。量好了，量好，来，来给你一个曲球。好。好，三振了、啊。那这曲球也太快了吧。好了，给你打来。我现在已经习惯刚刚那个速度了。刚刚的速度啊，一样的、哦。漂亮。哦呦！太慢了吗？太慢，太慢。我太慢了，不是说你球太慢。反了，我换成这个样子，来，可以的。哦，好球！哦，好球！怎么会？转身的球可以变那么大、啊？可以啊。最后一个，直球。太快了，不好玩。神麦，你真的不回直棒吗？没有，没有，可以了。好可怕、喔，不会来、啊，不好玩，不好玩，不好玩。这集太硬了，习惯就好了。不好玩，你遇到大魔王。刚刚说不要放水是讲讲而已，不要真的不放水。都可以打，都可以打，但我被人家打，我就会想要去一下。就这样投的时候，那个就开始燃烧。还是有，还是有那种感觉。然后换我来投一下。好，加油哈！请你不要投说塔。不会，我尽量。好，尽量。我们来试一下。好 ，OK。好，来神麦对决了哈！尽量不要指我，指后面，指后面。好，不好意思。好了，尽量打远一点。哎呦，那、啊、我朝你丢的话，你要闪哦。啊！可以啊，不错哦，越来越敢丢里面了。哎呀！不错 ，Josh。然后我要让你挥空一球。啊，加油加！哇哈哈！哇哈哈！超远！哦，好球！打那台，打这台。啊！
沈柏，你之前有在丢过这种软式的棒球吗？没有。所以你今天是第一次用软式棒球丢变化球就可以。新闻被我丢一点点啊。哦，那还好。变的幅度怎么会这么大？不管是看到你丢的滑球还是曲球，都咻。不然习惯就好了，看习惯就好了。看不习惯啊，怎么那么快？对啊，那变化球比我直球还快。没有，一样差不多。你现在丢110啊，我才120。我觉得他刚射速枪没有很蠢，因为我也觉得，你也觉得快全力丢了。那陈曼，你在丢的时候你要怎么样？我刚在丢的时候，你有觉得我还有什么样要调整的吗？不然你要敢丢就好了。我知道你一开始有点怕丢到我，所以你就会开开一点。哦，对啊，那你在投球上你要敢出力去丢那个球，你才会让球速增加。要敢出去塞那脚就是。对啊，所以你看我都一直丢人啊，不管反正丢到谁就丢到谁。可是你气势比较。丢到人家去吓一下人家，没有、啊、眼睛小、啊，比较不会看到目标。可是我一开始丢会怕、啊，会很怕，你怕丢到、啊，对，会很怕，不知道怎么丢。习惯就好了，习惯就好了，不会怕打到你、啊。现在打英式的、啊，不要啦，先不要，不用看这样打进去那个软式的就啊，回来再给。气势要有啊，安心，气势给你就好，好可怕，不玩了，不玩了。OK 了 ，OK， 那谢谢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OK， 好，那请大家之后也继续收看下雪的运动日记。OK， 拜拜。拜拜。